一个新的产品的蓝海，因为知道他们是历史悠久，然后就是低调又不是奢华的设计，然后他对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那种很热情很浪漫的感觉，我觉得就跟我的个性蛮差不多的。其实刚刚拿到就是几个月之前的是他一个手链，那因为我很喜欢戴手环，我喜欢就是mix and match， 然后戴个可能五六个，所以先生就送我了一个可以就是单戴，它是钻石手链，单戴很好看，然后跟别的手环戴很好看，一半是先生送的，一半是自己买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穿牛仔裤，所以我一定几乎都要确认说它是可以搭配我平常背心 T 恤配牛仔裤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不搭配的话，不能搭配的话，我应该不会选。我可能会选一些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如果我搭配我其他的珠宝，看起来就是又很时尚的感觉。我会选，我刚看到一个粉红色，不是紫色的那个戒指，那个很漂亮。那我知道他们这次的那个，我刚刚跟那个 Rody 聊，他说他们是用法国一个医学的中心用 MRI 把它的花瓣照，然后用里面，然后照出来之后，然后再用那个花瓣来设计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没有听到过的一种那个科技。那它那个花是什么花？零点，所以它好像有不同的花瓣来设计不同的那个系列。所以那个是你目前最喜欢的花卉的设计。对，而且如果只是一个戒指的话，有时候就是当然你休闲的时候穿戴那个很就是有点低调，但是还是会被人家发现，这样是很好的。然后如果你穿的正式一点，就是我觉得那一个戒指也就够了，不需要戴其他的。